哦，我们其实都调试的还蛮不错的，因为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嘛，起起落落，你就是会遇到很多关卡、很多问题、很多起伏。那我觉得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看，他马克老板看一看，就真的蛮好看的。没错啦，然后时间会给大家答案。那你老公最近还好吗？很好，我们还是会一起在路上手牵手散步，在路上亲亲，在路上讲干话。你干嘛皱眉头？